哎呦，我的爷呀！哎呀！咦，你是我没得了？哎呀，就是你把我得了，你看这咋办呢？你跟我赔，咋样赔？咦，你也看我得赔你多少钱？你最少跟我赔100块钱。100块？哎呀，你给我把一下给你。兄弟，我才看明白，这老婆是捧你吃的呢。哎，姐，没事，反正钱也不多。老婆，你拿着这钱能花下去？这钱我又不花，我把这钱丢上跟俺儿娶媳妇呢。咦，那这样子我给你送回去。兄弟，你看这好个车，我老婆脏兮兮的，你还把我老婆送回去。我说你看刚才我老婆还讹你钱，我不知道你咋想的。妹子，她不脏，她只是老年痴呆。哎，你咋知道？因为她是俺妈，她得的这个病其实也挺好的，往后我可以陪她一起疯一起浪。哥，你真孝顺，那刚才是我误会你了。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，是一种责任，更是一种担当。因为我是他儿子。